大家好，那本期的话给大家讲一个秘境的开启啊。首先我们这个传送锚点是我们上一期啊天水共书这个任务啊做完的话就可以开启这个隐藏的传送锚点。然后这一期的话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情侣的经纬啊，这个如何开启。那我们首先来到这个隐藏的传送锚点，然后的话我们往这个南方向，这边的话有一棵树，树的旁边啊有几个小家伙，然后这边的话有三条路，左边有一条，然后中间有一条，然后右边有一条。那我们首先啊去中间这条路上，这边有一个草种子，好的，我们拿一下。好的，拿到之后的话我们原路返回，回到这个小家伙这里。然后这一次的话我们走一下左边这条路啊，这边的话记得速度要快啊。好的，我们跑过去，跑到什么位置呢？跑到这边有个上坡路啊，上坡路，然后这边有个炸弹这个蘑菇，这边的话右转可以看到这边有个机关，好，重击，好，这块石头啊就可以开启了。那么我们这个秘境啊就在这个里面，好，记得开启一下。好的，总共的话有40个原石。好的，这一期的视频的话，我们就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下期见。